看上流战队的比赛，看啥比赛？昨天整哪个比赛？这整的打到12点。反正我对面玩剑魔的也没几个呀，你算头一个呀。多少点了不知道。全军出击，反正现在这峡谷之巅，赢了咱就 MVP， 输了咱就 SVP， 也只能是尽力了，尽力而为吧。你干啥呢？你啥意思啊？那你要自己送，那就谢谢了啊。剑魔真敢，我也感觉他真敢啊！你三段 Q 你还能给我秒了呀？你秒不了我你不死吗？音画不同步啊！等一会儿啊，这波我的这个血药不是很多啊，他没有血药，那行啊。这波我就不杀他了吧，我把这波兵线吃了。瞎着要来吗？瞎着要来。击中就死。天音波，回音机。我还有个小饼干，他上线还可以跟他打一打，先打个骸骨。
不用害怕啊。抠死得了。上路爆炸，游戏结束。先来个耀光吧，然后我再来个红宝石，这把我就不出提亚马特了，我早点把三项做了。俺老孙可会七十二变，他应该有闪，我感觉。把他放过来啊！这个线把他放过来。我们去查两个眼儿，第一个傻字儿。碰一波兵线，他敢扣E直接死，不用扣E了，你扣不扣E你也死这波。等他交闪，不交，不交死吧。咋这么卡呢？感觉今天的手感不是很好，感觉鼠标点不着人儿。这两层塔皮。厕所回城，打他我连药都不用买。我都不买药，相当于我都少个天赋跟他打，我都药水我都不用。接盘。剑魔过来也不知道干啥，把那剪了，对，他们家这都已经结束了，这都再推一头，咋的呀你？你好像不是很服啊！我这一瞅啊，你有啥不服的呀？不是你有啥不服的，我就没明白，你不服什么呀？还在那挪步，挪啥呀？你再挪，我给你高地都给你拆了！你还在那挪步？老老实实去高地塔守着，还跑了，你们挪步。
他的死的时间连骸骨都没薅。我想想啊，这把好像没有必要。 没有必要去出个水银血，算了，我就下路走一波。跟我越。 宝石为啥跟我拼呢？我都搞不懂。啊！这鱿鱼的 Q 挺神奇呀、啊，这能给我 Q 着了？ 有些兄弟说呀，你刚才 R 闪呢 ？R 闪是不是活了？我还能想不到 R 闪吗？我刚才在我脑袋之中已经想到了鱿鱼过来的10种处理方式。 但我没想到，第一个 Q 就相当于我们闪现把他杀了，行不行？无所谓，蓝墙过来了，马上杀掉。把红拿了，拿了吧，我就不要了。家里的红我都拿掉了，还要单杀蛇女儿啊？ 我的妈呀！你要今天能把这蛇女杀了，我就去吃蛇肉去，我就。你还要把蛇女杀了？是什么？他杀的呀？ 那是他杀的吗？那也不是他杀的呀，那不鱿鱼杀的吗？ 枪怎么还跑这儿来了呢？宝石挺幼啊。
的是挺快。不过没啥用，打我身上都刮痧，那有什么用？打的不掉血。其实出完三项就不用出提亚马特了，出完三项推荐就挺快的了，没有必要再出提亚马特。我不推了，你出来守吧。我估计这鱿鱼不能让我回家，我先撤了。把死亡之舞存了，算了，再把这剑魔杀一次吧，再杀他一次，杀完我再回家，省得他推线儿，讨人厌。没人吗？没人，我继续推了啊。剑魔居然不来了，干啥来了？再来个破败，你看看峡谷之巅的水平，不是峡谷之巅的水平不行，是什么明白不？是俺们的水平高他妈太多了。要不然咋当你猴哥呀？你这是不是？这也行啊，还能给勾回来呢。没有点对线技巧，咋当主播呀？对不对？这不得有点特长吗？暂停吧，不是，就暂不暂停又能咋的呢？京东又没赢。暂不暂停也没用啊，要不然就零封了，那零封跟不零封也没啥区别，阳就行了。啊，不一定，好歹这京东这队儿也是挺厉害的。哎，一提京东我他妈就来气。我本来寻思我这六幺八买点啥呢？想来想去呀、啊。买个 iPad 吧，我这正好 iPad 不太行事儿了。另外，这个我妈那边 iPad 也不行，正好给她换一个。买 iPad， 哎呀，买完就是还没买呢啊！我刚想买 iPad， 没法充电了。这没法充电了，怎么整？要不然我就以旧换新呢？我想了半天啊，想了挺长时间，想来想着，到了12:30了，618活动没了。
给我气完了，我玩，我想怎么整的呢？又想了半天，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呢？你说这，要不买吧，还是买吧，多花几百块钱，哎呀，烦死了！你咋那么狠呢？哎呦我这 EZ， 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那能让你杀了吗？就不给你杀，气死你！血魔流的吧？能不能不蒸馒头蒸口气干韩服？那韩服都没有人玩，我咋干呢？那早上都没人打，那排把排半个点都排不进去，你等啊，蒸口气蒸不蒸口气？你每天是不是不看直播？是不是不看直播？蓝天这是给我刷数据的，我的天！